我自己的东西我有错吗？你他妈把我整的还不够惨吗？这些珠宝根本就没法弥补我。 拿到钥匙，苏黎有个剧本会在开，大概2个小时，你快一点，偷偷拿出来的，我要在他开完会之前还回去。好了，走吧。来都来了。 干嘛不动拿点儿？不是说好只拿一个吗？你走开！我拿点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怎么了？昔日明星，又是抢劫，怎么着？是你自己去自首呢，还是等着警察来抓你？我反正名声已经臭了，我无所谓。但你舍得赔上你的好闺蜜吗？ 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苏黎姐了，苏黎姐也已经原谅我了。你休想再威胁我！妈的，又被你给算计了。是你自己找上门的。我拿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我有错吗？你他妈把我整的还不够惨吗？这些珠宝根本就没法弥补我。那我的孩子呢？你怎么赔？孩子的事跟我没有关系。 不过我现在很庆幸，你没有把孩子生下来。要是让他知道他的父母这么恨对方，那他的人生也太惨了。苏丽姐，我们别跟他啰嗦，我们报警吧。把手机放下！你冷静一点。